阿叉小姐，叫我玲玲，慢快少，快啲吓，阿明吓，讲下。阿七小姐，叫我玲玲啊！阿玲玲啊，咁咧好多人都覺得你有個特異功能嘅，就係食極都唔肥啊！點解可以咁咧？食極都唔肥咁嘅？啊，我唔記得咗啊！少食多餐。OK。少食多餐啊！好合力確，四。正所謂死要死得硬幣，做人唔可以太僵幣。僵幣係咪嚟嘅意思？即係過分咁解啊？過分啊？過唔過分啊？眼前見到咁多食物，你估係幾錢？899啊？多少啊？899。899 OK 呵。哦，係泰銖啊！899泰。泰各位觀眾，可愛的熊仔即將要浸溫泉啦嚇！咁解釋下呢個熊仔究竟係乜家伙先得？你記唔記得咧？某啲嘅餐廳曾經出現過一啲嘅凍檸茶咧，凍檸茶咧嗰嚿冰啊，原來都係凍檸茶嚟喎！知唔知點解要咁做啊？點解啊？哎呀，我以為你知添喎。喂，你解釋啊，唔好話點啊！我梗係知啦。咁等啲啲冰慢慢溶嘅時候，溶翻落去個茶底就唔會溝淡啊嘛，因為個冰都係凍檸茶咩啊？唔會溝淡。咁跟住話，咁而依間鋪頭用咗呢個嘅概念咧，就呢啲嘅呢個紅底呢個紅仔其實都係用其一個豉油湯底去製造嘅。咁所以咧，將同埋擺咗落去嘅時候，啲熱力就將佢溶化。咁但係溶化得嚟咧，就依然冇溝淡嗰啲嘅湯底，咁依然咧就係呢個豉油湯底味喎。我好 OK 嚇，跟住我就會縮短咗。OK 好嚇，因為泰國某一啲嘅咖啡店咧，曾經咧有一個偉大發明咧，就係凍檸茶啊，咁裏邊有嚿圓卜卜嘅盤卜卜啊，泡碟係咪？阿咪冰喎，咁嗰個冰咧原來咧都係凍檸茶嚟喎，咁目的咧就係咧係咩咧？目的係咩？點解要咁？真係慘啊！浸死咗不特止，仲死無全屍添。阿玲玲即係阿 Poppy 啊，即係呢個北海道嘅牛奶咧。咁但係咧，熊仔嘅湯底片。的確事實。玲玲啊，剛才嗰一餐咧，你除咗因為浸死咗只熊仔有少少內疚之外咧，你有咩感受咁話咧？梗係食得開心啦，食到飽曬。咁但係食到飽之餘咧，而家又要翻去洗頭、沖涼、洗衫啦。哎呀，我用所謂第一，咁簡單嘅啫。的確，玲玲啊，剛才嗰一餐你嗱，今次一定得嘅，放心啦，都系咁啊。因為食親啲泰式燒烤啊，打邊爐火鍋，一直會成身味嘅。哎呀，我仲諗住請你仲繼續去食呢個嘅燒烤添，燒火鍋。好。係。學習時尚。玲玲揾食秘笈，我知道咧好多香港人咧都好中意食啲鮮味啦，例如食海鮮咧就咁食佢就鮮味啦，唔會唔食好多醬汁，香港人唔食好多醬汁，又好似海南雞飯咁樣啦，佢啲都會配唔同嘅醬汁啦，有唔同嘅食法，同埋唔同嘅風味嘅。例如咧，就呢個海啊，都蚊啊，剛才玲玲有佢嘅揾食秘笈，聰哥都有我嘅揾食秘笈。若然中意食牛嘅話咧，喺泰國曼谷有間餐廳，你一定要嚟幫襯噃。嗯，聰哥，你唔係唔食牛嘅咩？我今日未講個鬼啦，我一樣識講鬼故啦。唉，嗱，話説呢間餐廳又係食嗰啲自助火鍋，牛嘅任何部分都可以食到，兼且咧價錢相宜啊。佢嘅套餐嚟講，280匹有交易嘅，好多本地人嚟光顧嘅。唔係嘛？香港都有分店，香港有分店一件事，但是香港租金貴啊嘛，咁樣樣都貴啊。呢個較為相宜咧，兼且據稱有啲食材啊，有啲食法咧，香港店冇嘅，就係呢度先有嘅啫。咁兼且咯，最緊要就係咩平啊嘛。咁我幫你搞掂曬啲牛去啦，你唔使擔心啦。我從來冇擔心喎，呢度。剛才玲玲有揾食秘笈，我 Roger 亦都有我嘅聰哥揾食秘笈。嗱，若然你中意食，任何一個部分你都可以食得到嘅。嗯，聰哥，你唔係唔食牛嘅咩？我個未撞個鬼佬，唔係一樣識學。點？
不同的不同的，你知道香港即係菜。等等啊，等等啊，三種。唔係啊嘛，香港都有分店，不同的不同的，你知道香港地寸金尺土啊，唔係呢個，唔係呢個，地少人多。餐廳價錢平啊，有幾平啊？譬如一啲嘅套餐先算啦，280匹有交易啊，兼且咧嘅老闆咧係嚟自日本，同埋最重要個 point 講漏咗。OK， 我嗰度先。人去嘛？为乜咁惊？师傅气势急，话好慢啊，多鬼怪在游荡。哈，我话查实系谣言，变得咁鬼多，完全冇关系。达人来话你听，连住实在系冇事，合十户望就系沙华 D 卡，沙华 D 卡偏满梯，嫌系对还嫌啲，你个满字太靓，满字。制了制之面，漏糖盒杯干冰梯 ，Let us my hand me， 心怕古制，制片钉梯，两大大闭面。话俾你知啊 ，high 靓 fans 多在这里，有奇人奇事。Welcome to Thailand. Thank you. 無端端做了泰國旅遊大使，向一班西方遊客去推廣泰國。咁跟住，然之後咧，話俾佢聽呢度好好玩。跟住同佢講句 Welcome to Thailand。冇錯，我就係一個街坊旅遊大使。Roger Luca。คุณโรเจอร์วูนะคะเราจะเห็นเขาในรายการทีวีของฮ่องกงค่ะแต่ว่าช่วงหลังๆเนี่ยจะมาอยู่ที่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